我和我前妻离婚已经有5年了，我和她是在 KTV 里认识的，那个时候她在 KTV 里当经理，我陪我朋友去过生日，当时我对她算是一见钟情，直接就冲上去问她要了微信，她也非常大方的把微信给了我，从那以后我每天都给她发红包，给她买鲜花买礼物追求她，经过我的软磨硬泡，她终于答应做我的女朋友了。和他交往后，我才发现原来他每个月的工资是我的好几倍，这让我心里顿时又产生了自卑，因为我的工资就这么一点，可能跟他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他吃一顿饭呢。后来我把这个情况跟他说了，他跟我说没事，只要两个人互相相爱就行了，钱不钱的都不是事。我听完后欣喜若狂，没想到我的女朋友这么懂事，我以后要加倍的疼爱她。不久后我们就同居了，每天我都会精心地为他煮粥做饭洗衣服，把他宠得跟一个孩子一样。我们在一起爱情长跑了3年左右，后来我跟他求婚了，现场搞得很浪漫，他可能被我的用心给感动了，答应了我。2个月后我们就顺理成章地结婚了，婚后我老婆还用自己的积蓄买了一辆车，我和他说没必要，他竟然说了一句你买不起才说没必要吧，我顿时脸红了起来。不久后我为了让他看得起，为父母要了点钱，和他一起在我家周边付了首付买了房子。由于他的工作都很忙，没办法要孩子，所以我也没有强求他，可一直这样持续了2年，我受不了了，打算要孩子，可他却一点都不想要。每次我想和他说要孩子这个事，他都非常的生气，甚至还会骂。前几次我还能理解，可是直到后来他做得越来越过分，我就和他吵了起来，差点动起手来。他扇了我一巴掌，并且威胁地说，如果非得要孩子，那咱们就离婚。由于我是独生子，我必须得给我父母生一个孩子。后来我一次次地和他沟通无果后，我说离就离吧，大家都年轻。我的老婆也没有说什么，第二天就去办了离婚手续。离婚后我自己一个人生活，我经常去买菜，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婆。她家里条件不好，每天下完班后还帮着父母到菜场卖菜，而我经常照顾她家生意，所以我们的关系比较亲近，一来二去我们就有了联系方式，每天晚上也都会和她视频聊天，渐渐地有了感情，不久后就结婚了。结婚的时候两家人其乐融融的，非常开心。等到快结束的时候，我的前妻过来了，她拿着一个黑色的袋子，把它甩在我的脸上说，这是你当初首付房子的10万块钱，我现在还给你，你去把房子过户给我。我没办法，因为买房子的首付他也出了一半的钱，我就去把房子过户给了他，并且和他永不来往。